江城老师他对你很吃力是吧？什么？江城老师对你很吃力是吗？没有啊，他很轻松的就把我背起来了，一点都不费劲。第一次都差点摔倒了。什么第一次？哪有第一次？每一次都很完美。笑弯了腰，抱一抱，那个抱一抱，抱着我那妹妹的上花轿。你录了？录了。好吧，是这样的，进组之后呢，当然也不全是我的问题了，主要是因为江城他没有什么力气。啊，这样。平时也不运动啊，天天就瘫在那里，像条咸鱼一样，然后吃东西又吃的特别多，浑身一点肌肉都没有，全是肥肉，所以他就背我背不动了，不是我的问题的。刚才背小西老师有没有觉得他特别重？啊？刚才背小西老师有没有觉得他特别重？他背我的时候没特别重，有吗？谁背谁知道。